现在时间5:30，那由于明池这边已经休息了、休园了，但是可以来明池山庄这边上厕所，顺便拍一下梦幻山岚。哇，雾蒙蒙的哦。然后这边可以上厕所，有机会一定要安排来这边住一晚，我还没在这边住过。梦幻山岚，你上。